How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Is it sharp? How do you feel? Sharp. Is it sharp? Yeah, it's sharp. All the tones is sharp, huh? The tones. Okay, you know what is this called? This is tones. 这个是榴莲的果皮，有很多尖尖的刺，然后呢很尖。OK,Hello,、okay, 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科学一年级科学课本第二页活动一，还有呢活动本的第一页啊，练习一，我们要来啊看一看看一看哦，榴莲。然后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五个感觉器官来观察榴莲，所以同学们，你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五个感觉器官呢？对了，然后我们的感觉器官呢，就是我们的眼睛、鼻子、手、舌头，还有耳朵。也就是呢，我们会运用我们的视觉、嗅觉、触觉、味觉，还有听觉来观察，来进行观察。OK，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我们五个感觉器官来进行观察。首先呢，我们来闻一闻，我们来闻一闻。这颗榴莲的气味是怎样的？是如何的 ？OK, baby, can you smell? You smell? Smell good or smell bad? Smell good. Smell good. 好了 ，baby 说呢，这颗榴莲的气味呢很香，气味是很好的，很香的。好了，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运用了，好，刚才我们的 baby 呢就运用了他的鼻子。来，它的这个嗅觉来进行观察，所以呢，闻起来呢，榴莲是有很香浓的气味的。接下来呢，刚才的视频一开始呢 ，baby 呢运用了他的手的这个触觉啊，来摸一摸这个榴莲的果皮，看摸起来呢是尖尖的啊，尖尖的啊 ，is it sharp?所以呢，榴莲的果皮上呢有尖尖的刺。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来观察榴莲的外表。好，我们要来观察榴莲的外表。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现在我们要运用什么感觉器官来观察榴莲的果皮？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榴莲的果皮是什么颜色的吗？来，我们来问一问 baby， 榴莲的果皮是什么颜色的？ baby， what color is the durian？ What color？ Green。 Green， is it green？ Yes。 啊， baby 告诉我们，榴莲的果皮呢是绿色的。好，所以呢，刚才呢， what inside you want to see inside？ Okay， wait。 好，所以呢，刚才 baby 告诉我们，榴莲的果皮是青色的。他运用了他的眼睛，他的视觉来观察榴莲的果皮。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颗榴莲打开，然后来看看榴莲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好，我们来观察一下榴莲的里面是如何的，是怎样的。好，现在我们把它打开来。OK， 刚才呢，我们已经打开了一点了。哦，如果是呢，你们在家里呢，就叫爸爸帮你们打开，哦，要用刀，所以要非常小心哦。OK， 好，哦，所以现在我们打开一点。所以呢，榴莲的内部呢，刚才 baby 告诉我们，哦，榴莲的这个榴莲的壳呢的内部是白色的，可是它的果肉呢，哇哦，它的果肉是有一点点淡黄色的，哦。Baby, look at this fruit. What color is this one? What color? White. White and red. A little bit yellow.
Yes, 然后 white and a little bit yellow 哦，所以呢，这一颗榴莲的果肉呢是有一点点淡黄色的，然后它是有一点黄色的，黄色的果肉。Can you touch the durian, the fruit? How do you feel? Hard or soft? Here, hard or soft? Soft. Soft 哦，所以这个果肉呢。摸起来呢是软软的，然后果肉摸起来呢是软软的。好了，同学们，紧张的时刻到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味觉，也就是用我们的感觉器官舌头呢，来观察这个榴莲的果肉。Okay, baby, want to eat?好，我们来尝一尝，我们来尝一尝这个榴莲的果肉。来 ，baby， 来，yummy， tastes good， is it sweet？ OK， 所以呢，榴莲的果肉呢是很香甜的，哦，榴莲的果肉是很香甜的，所以呢，这边呢，刚才 baby 呢。就用他的舌头，他把这个果肉吃了进去嘴巴里面，然后用他的舌头，他的感觉器官就是舌头来尝一尝榴莲的果肉，所以呢，榴莲的果肉是很香甜的。好了，同学们，我们已经大概进行完了我们的观察，所以呢，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老师说了，我们有五个感觉器官。也就是呢，我们的眼睛、鼻子、舌头、手，还有耳朵，在我们刚才所进行的观察当中呢，我们没有运用到哪一个感觉器官，我们没有运用到哪一个感觉器官。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吗？好了，同学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科学活动本第一页练习一，写一写伟良做出观察时运用哪些官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格子，这边呢说到榴莲有绿色的果皮，所以呢，刚才呢我们是运用哪个官能来进行这项观察呢？来才能得到这个观察结果呢？我们是运用听觉、视觉。触觉、嗅觉还是味觉呢？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吗？我们是运用哪个官能？刚才呢，我们是运用我们的眼睛呢来进行观察，然后呢，我们才会知道榴莲有绿色的果皮，所以是哪一个官能呢？听觉、视觉、触觉、嗅觉还是味觉？好了，同学们，现在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格子。榴莲的果皮上有尖尖的刺，榴莲的果皮上有尖尖的刺，所以呢，这个榴莲的果皮上面呢有尖尖的刺。刚才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呢 ，baby 运用他的手去触摸榴莲的果皮，然后呢，他就发现到榴莲的果皮上呢的刺是尖尖的，他就感觉到榴莲果皮上的刺呢是尖尖的，所以呢，是运用哪一个官能呢？听觉、视觉、触觉、嗅觉还是味觉呢？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吗？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格子。榴莲的果肉很香甜，榴莲的果肉很香甜。同学们，你们想一想，或者是你们看回去这个视频的刚才的前面的部分 ，baby 呢用他的舌头哦尝了那个榴莲的果肉。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榴莲的果肉呢很香甜，很 sweet 的。所以呢，它是运用哪一个官能呢？听觉、视觉、触觉、嗅觉还是味觉呢？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吗？好了，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格子。榴莲散发出浓浓的香气，散发出浓浓的香气。所以呢，刚才呢，我们的 baby 啊，他用他的鼻子去闻了一闻了闻，嗅了嗅这个榴莲，然后他告诉我们呢，这个榴莲呢的这个气味很香 ，smell good。所以呢，我们是运用哪一个官能呢？
同学们，你们可以告诉我吗？好了，同学们，现在呢，你们可以把答案填进这四个格子里面，填在横线上面哦。